哦，所以你去扫输入车机左边，左边你按左边那个橘色的，按开启扫码，这个启动扫码，然后你就扫它就可以用。所以还真不一样，它就会跑出 QR code。你有来高雄？我们上次不是要去吃饭要玩吗？就拔出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成功！嘿嘿，可惜。